黄金一路，黄金一路，嗯，黄金嘛，哈，黄金一路，哈，太，太和宫，哈，景固禅师，哈，啊嘛是咱的智公师傅，哎，咱今仔日要请智公师傅，哈，来甲咱，哈，来甲咱开化，哈，金光神旨，来。让大家拢过来吃，免客气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师傅叫恁大家过来啊，哎，拢过来吃，嘿。啊，阿爷，伊也坐，阿爷伊也坐，不要紧啦。啊，坐安尼坐。会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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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会坐啦，拢会坐。来啊。嗯，对，来。来边啊坐，拢会坐啦，嘿啦，这难得的机会啦。伊也行咧坐，不要紧啦，嘿。尽量上镜头。嗯，都可以啦。前面都可以，哎，都可以。嗯。嗯啊，啊，无要上镜头的，站这边；啊，有要上镜头的，站这边。哈哈哈。嗯。啊，主要拢坐好卡。嗯。哦。嗯。主要会坐好卡，伊无咧坐边，拢坐好卡。啊，主要拢有坐过来，拢看来看。嗯。你叫那个姐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收高级的，你今天听到没有？没有。早就没有。在做前面那个僵尸。那个，来，师傅，你冲过来。咱来去聊光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来，赶快来。再来唱一段。两姐妹都过来这边，不要给摆那么远。我叫你江啊，烦干啊，为着多些面，伊多些面。我最爱观音菩萨，啊，观音菩提菩提心，菩提照化众灵界，合这灵界为着普陀山。啊，普陀山，阿里下你来叫的。我最爱的公主，红红点点一朵云，红红点点鸟是树世间一情断不变，一断不变。哎，你了解不？我今晚是讲按这公司话，我对三十多年，对主要三十多年。哦，一无甲有，啊有爱个较有来传道的，好、哦、为了咱无年的机遇。哦，咱要提保你的机遇，我整个必给他安尼做。不管说人对我们如何，对咱如何，咱要用心来对待他。所以，我讲一句话：我之心，我之心，之灵，之众生，众生之我所愿。有啥？哦，这句话就是我头一次接到师父阿姊讲的这句话。哦，我之心就是咱的肉体，知影咱家己的心要怎行，要怎做，啊，知影咱家己的灵。哦，你的灵性，你的灵性起来，你的灵性起来，你就知影众生，一个慈悲，知影这众生。哦，众生就来无难。哦，啊，众生就自我受量。所以我讲这句话。哦，啊，人迄一个教授，一个教授台大的教授讲是，啊，你这讲咧是名话啦，讲我咧是名话啦，啊，伊毋知咱是行这条路的人，我台就呾接个，
我的头尾已经刚接的迄阵，就第一句开讲话就讲了：莫之心，之心之灵，之众生，众生之我所愿。啊靠！啊过来，过来靠！这个心灵协会才跑出个走出来。哈哈哈哈！所以世间无这个世间无这个很艰难，万物之灵，为啥万物？这个你所看看到一只狗遐一只蚊，哦，伊拢会震动，伊拢感觉会震动，伊是感觉一个动物，你狗遐嘛是一个动物。对，也像叮当，这结果动物。啊，但是，伊是在这土坝里，趴在这土坝里。哦，伊趴在土坝里，啊，伊嘛为了啥物？为了要生存。哦，伊啊，四点钟来生存，为了啥物？三顿饭呀。哦，啊，咱人有这个身体，啊，有这个身体，啊，就有了这个三顿，为别有诶，为别这个体力。哦，为别这个体力，有个人为了大家良心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地界门，人讲天顶有龙应行，地界无门，天要要窜进来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无开悟。所以咱二前二后，咱想做咱家己这个良心，这个愿，这个愿，还有这个心。哦，这个愿当中，还有这个愿体，啊，就是愿心，哦，这条路就足好行。哦，啊，咱，这个法师要叫我讲这个金刚神咒，哦，所以我讲这个天，天地运转，天地运，这个天地有变无，永远无天话语，拢无变。哦，日头一长出来，一晒落去，是不是？永远拢无同款啊，无变。哦，天自悲，地自悲，就是人心在变。因为天不言，地不露，大家拢讲无。啊，你讲无中间呢？为什么一定要靠？你靠什么？是不是你靠什么？为人而生死。啊！我老公无去啊，我老爸无去啊。哦，啊，这个情，这个情，哦，这个情，亲情。哦，啊，我老爸无去啊，我老母无去啊。啊，明明都有这个人，哎、啊，这个、人阁无去啊。啊，阁有一把火，一把火来烧掉去。哦，啊，这个天，这个现状内底，咱大家了解，所以讲天地现状。哦，这个天地现状。就现呢，因为咱会生死，囡仔囡也未死，咱人也未死，没遐艰苦啦。会使讲没遐艰苦，做到咩嘛？做到咩落去？有咧三顿饭呢？为这这个三顿饭，这百多个饭呢？啊，食嘛无偌济啊！哦，啊，休息要困嘛，一楼梯厝房六千尔，无偌济啊！哦，无困偌济，啊，就要啊，就。大家心就是一个贪念，啊，就要一间厝，要过一间厝，啊，财产愈来愈多，啊，就是遐个苦，啊，这个苦，啊，就是遐辛苦。虽然咱人五官内底一个出世来有这个苦中间，咱这个苦就是要让方丈连丈人，出在苦中苦，方丈连丈人，有无？有是啊。哦。所以咱要看这个人生，哦，讲到这里去，慢去，慢去，为啥无爱讲一去？一去咱会吃亏了，就是慢到慢年啊，到这个慢年。所以有这个慢年长成，你所看的是代表有这个慢年长成，到慢年，无一去也不长成，慢去长成。每一个人，大家都有关联，都有关联。哦，每一个人都有关联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爸母出生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有会流目屎，会心疼。哦，拢有迄个良心。啊，这个气，你吐出来气，啊，伊吐出来气，大家拢吸汗气。
但每一个人就是万手，这个万气分金，每一个人都喘气啊，所以讲，去年有这个这人瘟，就这人瘟，啊，唔就安尼为了这个，唔免得戴口罩安尼。你今日收发者，你就免戴口罩。你惊你惊嘛？啊，不然咱两早早早班就来走啊！你惊嘛？有啥好惊？对不？走，你无你家己嘛无法度走呢。你嘛无法度走，要给拖磨呢。哦，你看人咧走，人咧去年咧走啊，是一个咧走，安尼老走的。对不？所以咱两个慢是分筋，这筋就是咱无理，咱是别人给咱这个筋。在这世间，就是讲掌控这个金，哦，啊，在这个无形的，就是咱的灵物，互咱这条灵，哦，你所有万物，拢有这条灵，啊，这条灵的中间，这条灵的中间，啊，有一个智慧出来，所以每一个众生啊，都全部在开智慧，要开什么智慧？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佛祖智啊，是。一心工作内底，啊！恁家己无爱找恁家己会做出来，恁家己无爱找恁会做，啊！你怪啥？哦，啊！这就是因为一种贪念，把你变，你的五官来砍掉咧。啊！你在这个白粉店内底，只个各种装，只装未出。所以有像古早人所讲，爱开悟，啊，开始来行。开始来想我的人是安怎，啊，有啥会在这个八大苦境啊，这艰苦啊呢？哦，所以咱要了解，人生本来就足快乐，都互这个头脑一线，把你控制掉。所以每一个人拢好结，每一个人拢好结，今仔日你也无好结。你就无迄个勇气，脑上就变成一个白痴去了。哦，就变成一个白痴，啥物拢唔知，就变白痴去了。哦，啊，所以一切的状况就是现状万去，现状拢是在政府内底。啊，你要开悟，在什么？在你本身有开悟。你有去了解这个人生，为什么会来出世？娃娃落地，囡仔出世娃娃落地的时候，就为了娃娃落地。啊，这囡仔无好的时阵，伊是哈，后盖就讲个病一到，是不是？囡仔出世，他怎么配合配着伊的娃娃娃，都玩啥物？他哭啊哭啊哭啊，是不是？我落来就喊起来哭，在一个红砍掉，去顶关红砍掉，天天在用砍掉，无法度。啊，自己爱来，能够爱弄出来，家己这条道路爱弄不出来，为什么我会来转世？哦，啊，咱这个生命，为什么爸母阿公要给咱这条生命？啊，生命的科普，这科普，阿公传给咱这条生命，这科普，这就是要给你打这个救天。救天也袂转，咱个，咱家己自己的天心桥，伊安尼死了吼，我就搭入你的天心桥，就爱靠这救天，我就搭。所以救天无灵下降个，人救天无灵，直接无结天，要落来寒干，为这在这世间人吼，人讲这个宇宙，这个宇宙更无要破去啊。这宇宙啊，这地基咁样快，对嘛？咧地震，对嘛？咧摇，唔得摇晕喎，对嘛？都唔得摇晕喎。所以咱了解这个世间为何，这现实的代志，咱来了解，这叫开悟。哦，天地行通万事本因，功修万劫，到最后咱来功修咱的万，咱在世间，咱累世来，吼，咱们三世弥勒在结束，咱自己来修，修过好些，咱嘛修修好起来，吼，在结束，有啥物完成这组？
所以完全接触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冤亲债主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哦，啊，就咱是无好势，啊，过来会众，大家完全接触。他有法度见我心通，你看有咧见出来，见我咧啊，咱家己都有这心通，爱袂用来用，袂用来用，就见我心通。哦，天界、人界、地界，这三界内底，哦，这三界内底，行到鬼拢袂做来，心无挂碍，这就这啊，叫真云。就讲安尼啦，就真正真云，真真的人啊，啊，迄叫做真云。你听懂吗？有你有听没有懂啊？我现在讲到真人，你有听没有懂啊？迄叫真云。啊，佛家来讲，咪讲佛云呢？你讲佛念来讲云呢？哦，啊，圣云，啊，咱儒家来讲是圣云呢？啊，咱就搞个讲啥？就讲真真正的人，伫内面伫内底，面伫内底，迄个人叫做真人，他有法度明心见性。所以讲，他人不说难，不说害难，哦，他人不来害我，我不害他人之过呀。啊，迄就无这个，无这个，这个语音哥哥啊，你到尾就无这个语音哥哥啊。哦，啊，咱要行到底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像像汉奸人，要行到底，哦，汉都都拍了，就要到底，咁其他其他，咱要起来到这来，咱无你记无你吗？这样再来搞啊。啊，这就是咱家己本身的神通呀，对吧？所以在这汉奸，在这世间之中，咱来建造这个缘，吼、哦，我回想有足干的叫你修缘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这个缘，在这世间里对继续的干，就变成一个文化，哦，转成一个文化安尼啦，然后再讲这个你修缘，再看。搁唱啊！这公做这公先生搁唱，只要看袂晓唱吼。哎呦！啊无，大家要唱的，唱的都古味啊嘞。我最爱的公司，我最爱的公婆子，我爱的公婆。尊敬师父是念天，也是念天。尊重师父要知道廉耻，啊，人活着在世代就要知道这个廉耻，哦。所以，金刚成就，法师伊嘛咧背，伊嘛开始咧背。哦，你开始要炸的样哦，炸的样哦，你开始咧背哦，一炸一就推开始推动这个金刚成就，哦，来念咧。天天众梦起风景，功成万家真我心痛，三界内外为得到尊体。有金光何应我心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养我君心，修持万教，三界是为红心雕勒，红心雕勒也是雷霆，鬼妖双打，千般无形。
如意霹雳威神出名，未使先进。这个念的歌，我们用什么？哦，我教我，是我教我用念。天地玄宗万劫，分天公孙万劫，正我神通，三界内外为得独尊，体有金光，福龙五仙之姿，不敬听其不闻，包罗天地用的群仙。像包罗天地心，啊，为了主欲包罗这个天地，哦，啊，但我众生。讲一个安怎来救，安怎来做人，安怎来这个方法爱教人，吼爱教人，爱人讲。今仔你有接到这个道，吼、哦、有要拜这个道，吼、哦、咱就来参与这个道了。以后，咱就有法度头先教了死，人生无啥物过，就是生甲死两面，万千家财。不如开悟一些。三界内外，为得独尊，为得独尊，体有金光，普照五千世界，不计价，是不闻，即包罗天地，拥有云仙。啊！修持万遍，心有光明，三界是五地是阳，万行雕刻，也是雷霆，鬼妖双打，精怪莫辨。如有霹雳，如神如名，当归高天，五气登天。金光烁现，破真人，要说急急如如令啊！五气登天，就是咱家己本身这个五脏六腑，这个五腑，你都要有一个正气，你得要正气，咱靠我的这个性命去继续落去。人讲，啊，这个人啊，少年，啊，看起来老了，再老老，安尼还老，安尼走路再老，再老安尼。修的人行哪有风？哦，行一定有风。哦，人站如松，行如风，行也有风。徛伫一张树仔同款，得得志啊！迄叫修的人。不管我后来安怎安排，安怎变化，咱就是咱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一个。弄这个三魂甲气魄，哦，这个三魂气魄，你看我要转你家己本心，哦，转你家己本心，自己诶，正天之灵啦。所以讲者，啊，金刚身心，金刚护体，咱即世人，哈。金钱早袂当你，但是哈，持、哦、咒金刚身咒念好势，哈、哦，你哈，要、哦、过去后世人的时阵，都有法度金刚身咒啊，安尼了解无？哈、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讲金刚身咒，后世人要出生的时，金刚护体，哈、哦，嘛就是做好做好的代志。要说要说来。身体状况好了哈，啊，好了哈。手还没。嗯。手还没。手会痛哈，啊，会酸痛哈，嗯。在里面拿来拿来擦过来，在输入的传染过来，现在那个污染的传过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装的？葫芦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好了，加，来，哎呦，啊，这有针啊，嗯，小心啊，来，可以来，可以。